1962年属虎的女的，看一下她的乳房。62年属虎的。右面不大好，嗯。哦。你要叫他当心啊！第一，衣服穿的松一点。第二，血液循环不好。嗯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他的血液全部在下面有点堵塞，所以要特别当心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叫他。你要叫他要整个人要身心要放松，精神要放松，啊，衣服要放松，然后叫他不要压力太大，啊，还有呢，稍微有一点点脑子里有一点点犯邪淫，听得懂吗？哦哦。嗯，现在看他只是一点点黑气，不是很严重，嗯。哦，没有性命之忧吧？我看看啊。哦，他左面也有哎，左面也不大好。对，他左面不大。左侧已经肿着了。嗯，左侧是靠近当中的地方。嗯。哦。要叫他特别当心的。他今年是56岁。56是吧？嗯。嗯。叫他放点声吧，好吗？嗯，他一直坚持在放生。嗯，看看啊，嗯，啊，他里边有东西的，嗯，有结节。结节啊。嗯。他是乳腺癌。嗯，现在是我看到的是结节。嗯。哦。等等啊，我看看他扩散没扩散。嗯。好，有人呢，看到灵性了，哎，嗯，哎呦，埋藏得很深哦，一个戴眼镜的女的，嗯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藏在她的乳腺里面呢，我的妈呀，一看，所以一般的一看这个癌症她在里面，就是正常的生理不好呢，一看就看出来了，如果是。就是生病有两种嘛，一种是肉体的，一种就是灵性的嘛。他这个嘛，一看见灵性了呀，赶紧给他念掉。嗯，他可能要动手术的。嗯。哦。嗯，要当心点。嗯。多少张呢？我看一下啊，问他。哎，就像个老太太。那个老太太，但是又不老，嗯，像60岁左右的，60岁左右要至少给他68张了。哦。先念念看吧，好吧。嗯，那动手术的话，他适合在几月份？今年动吗？我看一看啊，我先帮你问问菩萨，看看能不能动啊。嗯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嗯。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1962年属虎，女的。1962年属虎。嗯，要动了。等等啊，第二个问题，嗯，什么时候？一个呢，4月份。嗯。一个是4月份。还有一个呢，4月份如果不动的话呢，就要到6月份。嗯。好吧。嗯嗯。你告诉他不会有生命危险的，嗯。哦哦。死不掉的，嗯，这个地方。哦。他，我看他没扩散，没怎么扩散。嗯。只是纠结在乳房这个地方，他，嗯，年轻的时候有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明白吗？哦。还有吃海鲜吃的太多了。哦。嗯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这么一个，讲了不好听的，有点像老保姆那种样子。这个女的看上去像保姆，嗯，不像人家正规的家庭主妇，嗯，明白了吗？嗯嗯嗯。好了。嗯。她做梦到她那个好几世都是那个，军人。啊。跟这有关吗？有关，绝对有关。等等啊，我看一下。军人，呵呵，
他上一世不是军人，他是上一世的再上一世是个军人。嗯。是一个男的，嗯。哦。嗯，哈哈哈，做了一些不如理的事情，哈哈哈。嗯，好了，看到了。不是太好，呵呵，他在军营里做了一些不大好的事情。嗯，他管军营的，你去问他呢，他做梦做的他军人的话，他不是一种打仗的做梦，做梦做不到他打仗的，是做到他在军营里面。嗯，哦，文职官，好了，哦，好了，好了。他那他还需要化疗不？少几次吧，我看化疗最多。如果动完手术之后，最多三次吧，消消炎吧，嗯，不要太多吧，嗯，应该没问题的，好吧？嗯嗯嗯，没问题的，死不了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哦哦，师父说死不了，你看他死得了不了，嗯？嗯。哦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菩萨。嗯，好了。他也挺发心的，然后他那个准备五月份去新加坡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去成？可以，没问题。然后感恩师傅加持，叫他穿红的衣服。嗯，要穿点红的衣服。好的好的。他这个人整天惹灵性，而且呢，啊，就是啊，眼睛啊，他眼睛啊，眼睛惹人，他眼睛惹事，你听得懂吗？我讲话放电，放电的，不该放的乱放啊，听不懂啊？哦，总让人家来喜欢他，听不懂啊？哦哦，好了好了。